情岂能任由删去？就算煎饼果子被冒绿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大逃，爱是浪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，决定天下谁敢立。如今当街已无万人敌，虽然下雨骤来不许散，狂风也快一人，是前路多崎岖也开心。梦想白马是荆棘，连片又散去，就算煎饼果子被冒绿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大逃，来世浪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，决定天下谁敢立。如今当街已无万人敌，随他下雨骤来不许散，狂风也快一人，是前路多崎岖也开心。陨神大劫之下，此处禁制竟能保存得如此完善。九三，君子终日前乾，习惕若厉，无咎。试炼者以剑龙榜排名顺位，入场则取初始升龙秘籍。小友，依照规矩，升龙秘境只容一人进入。你可以当我不是吗？请问你想要的是金色秘藏、银色秘藏，还是铁色秘藏？我全都要。试炼者，请做出一个选择。你当你这是相亲节目、婚介所呀？检测到浓郁的神圣能量光团，是否吸收？哪有什么光团？难道指的是他？请做出你的选择。那我选你好了。嘿，意外之喜啊！嘿，啊！打人不打脸啊！辅助就算有着顶级血脉，也撑不住机缘，连禁制都讨厌他。奇怪，这个禁制为什么像是活的？剑龙榜二至十，选择初始升龙秘境。这下怎么去阴极阳极之地呢？不管了，嘿，嘿，哎，哎，哎，嘿，哇！绝了，我的机缘，怎么会这样？秘藏术界，开！秘藏迷雾界，开！秘藏灵药界。嘿，找到了，可以治愈燕兰的阴极之地。前十秘藏择取完毕，其余试炼者自行进入秘境探索。江北，你毁掉我们所有人的机缘，我要宰了你！气不气啊？这你们应得的，干掉燕兰，这事儿还没完。
笑死我了，主人呐，你是怎么把神石分成了这么多碎片的？这不是坑你自己吗？神石削弱，灵力也不能调动。少给我危言耸听！不管了，还是先找到阴极之地要紧。哎，等等，本部灵。江北十三号，回来吧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不是吧，又有什么幺蛾子？检测到炎明草，是否吸收分解？炎明草不分解，太好了，杜老大要的一位主材有着落了。炎明草，交出炎明草，允许你们这等土著借秘境之力重塑经脉，已是仁至义尽。不要给脸不要脸，还想占据炎明草？哼，小子，这下看你往哪儿逃！嗨，还我机缘来！啊，嗨！分身切割太多了，灵力难以调动，这回不会真把自己坑了吧？我至高无上的主人，针对目前的困境，七七有一套成熟的应对方法哦。江七七，平时没见你这么积极啊。七七一直将主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呀。好了好了，你快说什么办法。好嘞，主人当前怒气值充足，可以提升等级，下一等级可以解锁七七的新权限火力支援模式，正好可以应对主人目前的困境呢。明白了，原来还是要给钱才能办事。解锁新权限火力支援模式，主人是否启用？就等着这一刻呢，激活。不亏、我升个级也就用了18000气值，古宁怎么也是这个数？这小子是不是对我们下手了？哦，人形傀儡，火力支援已到达，苗教主完毕，还我怒气值！二营长，开炮！好嘞，主人。不好，刀亮碎战，火力覆盖！呀！你们终于忍不住了吗？冥顽不灵，陆先镇。凶！机会只有一次，也许你能把七界的局势搅浑。